第二次嘉宾，这是我们这个隆重出席这一次典礼的引言人啊。没错，现在早上11点啊。这么早起是为了什么样的一个引言？然后今天啊，今天我们这个虾杠的这个最大的奖项，年度最大的奖项就是这个银金奖，我们要来做一个最隆重。 制作最大双眼，但是成本最少的这个，对，这个时候又要带一下这个红毯，看一下啊，这个啊，没有钱的，我们3亿2000万已经全部花光了，一个美式的走法，美式走法。 有，欢迎魏宝珠的主唱，好不好？有，在这里。绿兵 ，America，America。 这次为什么会有幸刚好入围这个最佳 ABC 的这个奖项呢 ？I have no idea。恭喜啊，入围这是客家人奖，对，最佳客家人奖。对，看你这个行头，可能对。 客家的这个精神有所，那我家的水刚好喝完，我今天来这边多干几瓶矿泉水。4瓶矿泉水。哎，你好，厉害，你好，早安，是，你好，你好，百忙之中的参加这个典礼啊，我们这位那个颁奖人啊，李凤大，李凤大大，是，你好，然后突然尴尬起来，入围这个最佳 MV 嘛，对，因为我那个2天前才拍完的，我就已经入围了。 大家要站进去哦，这个我们红毯很重要，这是我们红毯。那就是这一次入围最佳消音奖，我们做了4首 EP 哈，大家拿到的时候，如果没有声，就是全部都被消音了。祝你们得奖哈，希望有个愉快的夜晚。没有啊，现在是白天，这是白天，现在是白天了，靠背。2019英金奖 2019 Music Gold Award Shotgun Live House 谢谢，耶！ 啊！我们有这个奖是因为这个同志伟先生他发现了一个不错赚的补助，然后所以呢衍生出了一系列的节目，然后到今天终于要收尾的时候，这个奖主持人是关金刚刘修齐啊，这不是废话吗？<笑>让我们欢迎引言人黄志宇。纵然危险，还是一样想念，欢迎来到。 2019年虾冈Live House英金奖颁奖典礼，为什么我们叫英金奖呢？我们有 Kanye West， 这里就要有一个 Kanye East。有 Post Malone， 我们就要有一个 Karl Malone 车水马龙。英金奖一直是把音乐摆在金钱前面的一个奖项。 把金钱摆在音乐前面，我们就必须追着金钱跑。你知道我是一个上班族，那是我们老板、我们执行长、我们董事长在做的事。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只要把音乐摆在金钱前面，金钱就会追着我们跑。谢谢大家。 我们欢迎节目主持人刘修齐、关敬刚。耶耶耶耶耶！英金奖，终于来到一年一度的盛会——英金奖。英金奖的宗旨，刚刚前面引言人已经说过了，对，所以干没什么梗，那我们就直接开始来颁奖吧。对，好啊，好啊，好啊。但英金奖就是我们是把。 音乐摆在最前面嘛，没错。那所以我们第一个要颁的奖项当然是目前感觉是走在最浪头上面的音乐类型。嗯哼，嗯，这是什么类型呢？好，我们接下来颁的奖项是最佳嘻哈歌手奖，有请颁奖人刘修齐。最佳嘻哈歌手入围的有，最佳嘻哈歌手入围的有。 王希平，信耀王 and Liz，詹士贤，好想要打开那扇门，Liz98水水，好。 得奖的是。
金耀王 Asia Boys and Lazy。由于金耀王与栗子要打工不客前来，导致这段不好笑，这集很长，帮大家省点时间，这段就跳过了。我接下来颁发的奖项是2019年英金奖最佳音乐季。我们看一下最佳音乐季入围的有：最佳音乐季入围的有大港开唱。觉醒音乐季。欢迎来到烂泥巴牙。下岗 trip。我们今天带大家来到了烂泥巴牙，这是号称全台湾最发达的音乐节。巨兽摇滚。五个舞台，五个舞台嘛。在星期二的时候，大概只有三个半的舞台，器材有准备好。请问这是真的吗？这是假的、啊。这是假的吗？大概只有两个吧。得奖的是觉醒音乐季延长线。严董，严董没有来吗？我跟你讲，我们的颁这个奖颁给觉醒哦，其实只是幌子啊，怎么可能颁给觉醒？其实烂，其实烂烂。重点是看那个调研连线，看他会不会出来。对，我带我最壮的团员，还有这个灭火器能砸酒店，应该可以搞定你连线。我们看他等下会不会出来。我接下来颁的这个奖项叫做最佳生活节。那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最佳生活节的定义是什么。这个活动必须要是免费的。对，那我们来看一下2019年英金奖最佳生活节入围的有：最佳生活节入围的有摇滚台中生活节。八三幺，燕哥对于台中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台中有最多最摇滚的乐迷。新北耶诞城生活节。单位已经从名单删去八个乐团，是否澄清单纯是邀演的沟通有误？简单生活节，镇魂日活生活节，都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2019年。英金奖最佳免费活动、最佳生活节得奖的是《闪灵镇魂护国》万人演唱会生活节。由于闪灵乐队林委员目前正在那个选举活动，真的太过繁忙了，所以我们请我们今天的引言人黄俊宇先生来帮他带领这个奖项。最佳生活节，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实至名归，因为人最多，在凯道上面，我那天觉得非常可惜，他没有下雨，因为下雨代表老天爷感动，所以老天不感动，谢谢大家。危险，我是有点发抖了。接下来要颁的奖是啊，接下来颁这个奖项，我特别开心，因为我们有入围。哎呀，我们一定会入围啦，拜托。没有问题的。好，我们接下来要颁的奖项是最佳录影带奖，有请颁奖人。反正我很闲。Yeah! 好啦，很荣幸可以颁这个奖啊，非常有荣幸参加这个音乐的这个盛会啊。对对对对，又颁这个最佳音乐录影带奖啊。这是这个音乐录影带这个。透过这个严格的筛选呢、啊，我在这个七四九人的这个严格筛选，我们那个终于选出前五强了。前五强啊，前五强，你要我们要颁这个最精英、精英中的精英啊，可以，英精中的英精啊，英精中的英精，对对对，讲错，对对对对对对，好，对啊。那你觉得为什么要找我们颁这个奖？为什么要找我们颁这个奖？估计是。应该是凑一凑，想一想，最后是好像是我们对 对, 對，因为我们好像也不能颁其他的啦。对对对对，这个好像最适合我们。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好了，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入围的有最佳音乐录影带入围的有韩国瑜耀眼新蓝天，吴社于是
流行文化。周杰伦、阿信，说好不哭。瞎杠，天从2019年，第一届瞎杠音金奖最佳音乐录影带得奖的是成龙《人从天上掉下来》。有请我们得奖人啊！你们好像一点都不感动哎，你们好像是怎么回事？重点是你们好像一点都不惊讶哦。对，这本来就是我们应得的、啊，对不对？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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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是觉得这个奖吼实至名归。虽然你们可能会觉得说，这支 MV 明明就还没有剪出来，也还没有发表，为什么可以得最佳 MV 奖？但我告诉你们，我们拍也超辛苦。我跟你讲，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啦。光我们拍摄那天的辛苦，我就觉得我们值得赢过周杰伦的 MV。恭喜成龙，恭喜恭喜恭喜得奖的得奖者。那个、啊、我有一个小愿望，我也是愧为那个，反正我很闲的粉丝啊，我们来一起抬高一下。好，得奖得奖得奖，耶抬高，耶，恭喜恭喜恭喜！接下来要颁的奖项是最佳新人奖，最佳新人奖也是一直以来就是大家万众瞩目奖项，因为大家都知道最佳新人奖只能入围一次，对，它只有一次的机会。那我们来欢迎。这个我们今天的颁奖人姚神杨胜尧，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新人换旧人。音乐是我们共同的 DNA， 音金奖最佳新人入围的有，最佳新人入围的有。培根巴掌王龙与他的爱人，无望合作社邱孝琪与他的爱人，一个房间拍影片，那请问这边房间怎么算？随性蛋糕的儿子，反正我很闲啊。乌克兰新娘啊，你知道吧？哦是啦，就我娶一个乌克兰新娘啊，我已经会50过去了嘛，50，然后月底再会50，然后他到了再会50。然后宴客另外再算，这样不是啊？那、啊、你哪来那么多钱？啊、就我们家不是有一间房子记在我名下吗？哦，卖掉啦。第一届音金奖最佳新人，反正我很闲。终于熬到今天了啊！对，拿到这个最佳新人奖。对对对，啊，那个你最近婚后生活怎么样啊？最后我发现那个好像是诈骗啊！真的？对对对，我付了150万这样子。是150万，那、啊、怎么办？那我们被诈骗，我们还要得这个新人奖？没有啊，因为我最近那个乌克兰老婆是诈骗啊。但是我最近又遇到有缘分遇到一个哈尔滨新娘啊！哦，对对对，哈尔滨新娘是那怎么样的缘分是认识到这位？就是有一天有人就赖我说你想认识哈尔滨新娘吗？我说好，然后他就说就是汇款过去就可以认识这样。汇款过去马上就直接结婚，对对对对，汇款认识就看照片就直接跳了，对对对。哦啊，那你这次啊你已经汇150过去了啊？啊，那你钱哪里来？我爸不是哈尔滨市。耶，太哥。在台湾的音乐场景，原住民族群一直都是得奖的先锋啦，对不对？就是你看，就是这么多届金曲奖、金曲歌王、歌后，都是由原住民族群来获得的。所以，我们音金奖当然是不会忽略到这个环节。所以我们接下来要颁的奖是什么奖呢？最佳原住民奖。对，等一下，我在想，应该是原住民歌手，就是为什么是？就是这个东西跟原为什么是直接是最佳，直接是最佳原住民，就是这个已经不是音乐奖，这已经不是音乐奖项。原住民族群一直在音乐以及体育的项目有非常良好的表现，那我觉得基本上音乐跟体育种种其实，
都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事情。那身为英金奖的主持人，我建议我们把这些东西混为一谈。啊，反正基本上你会玩音乐，然后跟你会打球，你就是一个好的原住民啦。这样可以吗？让我们欢迎颁奖人李凤。Yeah. 第一届英金奖最佳原住民奖入围的有，最佳原住民入围的有。当我兜住你的身影。大家好，我是乔斯尔夫，想问大家会不会觉得说在洗澡的时候唱歌都会觉得唱的比较好听？据点，这一球拉到了左外野方向，非常深远到墙边。哇！张丹山。好，让我们看得奖的是主办单位，他这边有那个，就是由于他有那个加分的问题啊，他就套入原住民加分的公式计算后，就是。我们所有的入围者目前是全部都是满分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一届英金奖的最佳原住民奖，我们会重缺。哦，这还是有奖的，重缺还是有奖，是不是？对，它里面有酒。那我这个是可以拿走的意思。好，谢谢大家。哎呀，我们这刚刚很荣幸可以颁完那个最佳原住民这个奖项。最佳原住民。对对对，就关怀族群一直是我们英金奖最大的宗旨嘛，对不对？对。那其实我就发现啊，其实在台湾有一个族群是一直在被社会忽略，然后被大众给被遗弃的，对，一个圈圈。对对对，那我觉得。我们英金奖有义务，对，要把这个族群他们在一些可能文化上、音乐上有好表现的人物，对，都把他们好好的拿出来彰显一番。我们是不是你是不是又要颁非音乐相关的奖项？没错没错没错，因为这个族群呢，就是可能他们华语使用的不是太好，他们的一些风俗习惯可能会稍微偏向西方一点，在台湾常常就会跟我们一般的。这些汉人族群可能就会有一些冲突了，对对对。那我们自己可能觉得自己矮人一截，但是但没关系，我们汉人还是不要难过，我们华人不要难过，不要生气。好，我们接下来欢迎那个要颁的这个奖项，那个最佳 ABC 奖项的颁奖人李凤。我管他什么事？因为你们是发不到外国人，找一个轮廓比较深的。我们看一下，这届最佳 ABC 奖入围的有 ：A A Apple Eat an apple every day B B 最佳 ABC 入围的王力宏 ，Being back here on campus is I feel so proud. Karen Chi Chi， 对 ，You know Hem Beach California。陶喆 ，Actually started off studying film. Okay. I was a film major. Ozzy。严博胜 ，ABC 不是 American Born China， ABC 是这样，哈哈。第一届英金奖最佳 ABC 奖得奖的是，恭喜严博胜。我要在这边感谢我的 parents， 还有我的 friend。虽然我是在台湾出生，但是我讲话有一种西方的感 ，Western 的那种 European American style，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bitch 。谢谢大家。啊哇，我真的觉得我们真的是。
对于那个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族群都相当友善啊，嗯、对不对？一个也不能少，嗯、对。所以呢，哎，近年来在台湾有一个族群是非常非常讨论度非常非常高的，对不对？就是大家都非常非常非常喜欢聊到这个族群，还有族群、啊，那等于是我们台湾社会的开心果啦，对对对，就是。在桃竹苗一带有非常多的这样的客家族群，对不对？那当然，我们今天讲就是不可以少掉这个环节。好的，对对对对对，好，接下来要颁的奖项呢，就是第一届英金奖最佳客家人。好，让我们欢迎颁奖人王中吉。好，哎，大家好哈，我是王中吉啊，非常荣幸啊，今天来颁发这个英金奖啊，对不起，等一下我就不用客家话讲，大家讲也听不懂，不要浪费力气哈。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届英金奖入围的有，太神了吧，只是没有做影片啊。好了，很好，客家精神，那大家脖子都特别硬，应景精神哈。我们现在要做一个团现场团结哦，我们现场提名最佳客家人。好，林生祥，有没有不是音乐圈？刘伟是客家人，差不多。用一张纸，你要用一张纸，这样比较省。对，你要翻面，有林生祥老师、阿强老师、刘伟老师、高小高老师、董志成老师，A.K.A. 董月花女士。吴伯雄院长，还有王中奇男士，有我赚啊，很好，没有浪费纸，就翻面继续写。陈荣先生，好，最佳客家人奖都讲的是信封，不要粘起来，还可以再拿来用，好不好？这样很浪费。得奖的是陈荣，等一下，他根本不是客家人，买东西哦，办什么？他干你呢？啊，安浅，很荣幸可以得这个奖，我是外省人。但是我很省，我们就算不是客家人，也要有客家精神。这件西装外套，我爸爸国中就买给我了。我终于到今天那个，我没有参加过什么奖项啊，我没有参加过这种颁奖典礼，终于在今天派上用场了。然后前几天李峰跟我说去旅游喝酒，啊点一杯啤酒，再点一杯烈的，这样是最省的。他完全错了。你应该要空腹去 revolver 喝别人的酒，你很快就会醉了，这才是最省的。Yeah！ 哇，接下来的奖项终于轮到我们今天英金奖的重头戏，耶、yeah！ ！在节目的尾声，这大家最期待的这个年度大奖，当然就是我们的最佳乐团。那这个大奖，我觉得我们两个就一起来当颁奖人吧。当然，无可厚非啦。嗯，对对对，其实也是我们应该都最想得的一个奖。没错，但是我们是好像，对，我们都没有给自己入围，因为当然不会把对公平公正颁给自己啊。对， 对，公平公正，好不好？好，我们来看看最佳乐团奖入围的有，最佳乐团入围的有。太阳太阳赛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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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驾最佳演唱组合奖椅子乐团恭喜告五人好乐团然后一个女的一个男的就这样想不到吧华为音乐自救会哪有啊你不是在阿基跟米家打枪屁呀、啊、靠腰没跟他们住啊哎、欸、这是你妈的子虚乌有好不好哇好紧张哦所以你根本就入围自己忘记我忘记我想要把奖颁给自己我有这个动机呢紧张，那真的、啊、这个我不敢看那信封就由你来猜吧好就由我来猜啊对对对对对好
第一届英金奖最佳乐团奖。哇、wow、哦！得奖的是椅子。OK， 耶！好，恭喜椅子得奖，恭喜椅子得奖。我想先问一下，三位吼，就是因为据我所知，你们刚刚在金曲奖得了最佳演唱组合。那请问你们到底是乐团还是演唱组合呢？哎、欸、哎、欸，你还好吗？哎、欸，我觉得他们好像只是椅子哎、欸，我觉得他们好像答不出来了。这是一个。我先讲，如果你们要讲你们是演唱组合的话，那这个最佳乐团可能没有办法颁给你们。你们要在这边，你们现在要在金曲奖和英金奖中间做出选择。你们到底是谁？你们的认同是什么？请表态。我真的觉得他们好像是椅子、欸。哇，这应该是。这是最大牌的一个颁奖，应该是，而且是整团都来，对，真的很感动、啊，非常感动。让我们欢迎最佳消音片段的颁奖人陈曦光郎。好，那我们今天颁发这个最佳消音奖片段，哦，对，最佳消音片段。Okay. 然后先辛苦这个小刚的这个那个叫什么剪接师了哈。要做很多音效跟简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入围的有最佳消音片段，入围的有王胜尧。我觉得我听不懂那个，你直接讲哇！瞎杠导演第二次，我就擦一下好不好？蛋糕坦克店叫，然后他们在西门町有一家分店叫王俊宇。最重要的就是，真的是那真的是不能听啊！2019年英金奖最佳消音片段得奖的是，呼，妖神！恭喜！耶！那谢谢修齐跟关金刚给我这个机会，那今天还有拿通告费，耶、yeah! ！哎、欸、哎，借问姐嘞，借问姐，我刚看那个这个片段呢、啊，哎、欸、啊，你想问到底是说的是什么哪一个团？因为我觉得那个名字有点熟悉耶、欸。我们蛮好奇啊，逢场作戏，大家可以再回去看那一集非常好看。好啦，好，对对对，就是在就是你们呢、啊，就是陈曦光郎，哇，真的、哦、哇。那我们握个手好不好？啊、你们南部跟北部啊，处理代志的方式不同啊。那个，哎呀，我那个不是疗愈系的，态度这么差，就是。哎呀，你别错，你来后面疗愈姐干。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香港举办这个英金奖，让更多的乐团、种族，还有被消音的人士一一曝光，然后一一被大家看见。然后呢？后面非常热烈了。希望明年的英金奖可以像今年一样热闹。谢谢香港，谢谢我们陈曦光郎，拜拜。我们会在明年2020年2月15号开始展开我们的巡演，第一站就是在我们台北 Pipe。对，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共襄盛举。啊，要去啊！而且怎么写啦？堂客都卡走了呀！出力啦！出力啦！你怎样？怎么又是他？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觉得很开心。林北等一下怕了，怕他跟我这让 K 送。耶、yeah, ！恭喜！我第一次得奖，好开心啊！我好羡慕，好长啊！你看就不会那么愤怒了。哇，比例在梦中。然后我觉得奖杯设计很有巧思啊，它是可以这样。他可以真的打开，我里面是五八高粱。虽然我是外省人，
但是我有赢过客家人的客家精神，然后我不是很懂这个奖杯为什么要捏一支画笔跟颜料，不过就赚到了。很荣幸可以得这个奖杯，它是很像一个鸡腿，你可以这样拿。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把你 penis 放在上面做 length 的比较。OK， 请将懒觉置于此处。干就在那边蹲了一整天，干他就在那边输了，干干，不然我们把他脚拆烂。好啊，啊来干，这剪刀，把拆掉，剪烂掉。嗯线都剪烂，你看，别说。